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 Q 奇，欢迎来到了 Q 奇的频道。今天 Q 奇要来拍的是贩售史莱姆的影片，然后这一次的主题是猜一猜我是谁的盲袋。这一次的贩售是新的主题，新的格式。到了影片的结尾， Q 奇会跟大家解释这一次的贩售格式。那要购买的朋友们可以到我的马来西亚虾皮上购买，开售的时间会在今晚8:30改价钱。每一盒的盲袋价钱只需要8令吉就可以购买。那当然这一次有全新的泡泡纸包装袋，每一盒的史莱姆都会装在这个漂亮少女心的包装袋里面。那我现在也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我们贩售的主题吧。首先是这一款企鹅冰山的隐藏款，肯定会有很多人问 AQ 奇什么是隐藏款。隐藏款是那一个全场最美，然后价钱也很高，再加上数量没有很多人可以拿到的款式。企鹅冰山的史莱姆设计会比较朝向韩国史莱姆的风格，然后这一款真的超级好看，那我祝你们拿到隐藏款吧。夏天水果冰，每一次的夏天是不是想要喝一杯冰冰凉凉的水果冰呢？对，没错，马来西亚每一天都是夏天。水果冰的罐子是使用汽水瓶的罐子，迷你版本的是不是特别的好看？水果冰总共有两种款式，一种是香蕉的，一种是蜜桃的。三仔仔，从小我就很喜欢玩具总动员，这一次终于有机会来设计玩具总动员的史莱姆款式了。三仁仔仔使用的是牛头 school glue 来制作的，然后一桶就花了我80，所以拿到这一款史莱姆真的非常幸运。当然这一款是不能起泡的，只是要让大家尝试一下牛头胶水的质地。这一款可以看得出它的质地跟春里胶水有很大的差别，我觉得它的手感会比较朝向非牛顿牛体。新鲜牛乳，终于出一款可以起泡的新鲜牛乳了。之前 Q 奇出的都是手感胶，这一次我换了胶水，换了制作的方式，然后是全新的手感。这一次我使用的是外国胶水来制作，所以质地方面呢就和之前的质地大大的相差，所以这一次的质地呢会和之前有很大的不同。小公主这款的颜色是玫瑰金，以我这个年纪来看，我超级喜欢这一款，因为玫瑰金是一个少女心的颜色。味道方面呢，是葡萄的味道，很香很香。小心的奶酪，小心的奶酪是上一次有贩售过的一款史莱姆。这一次的盒子换掉了，因为上一次的盒子很容易漏出来，所以决定换这一款的盒子来代替。小新的奶酪本身是奶酪味，有一些人会喜欢，有一些人会不喜欢，看你喜欢不喜欢吃奶酪。冰川大哥，看看这个冰川超级无敌的透，闻起来会有一点冰冰的感觉，非常符合这款史莱姆。这一次 Q 奇也有卖高级透肽贴纸的话，是有一款是帅气的款式，一款是可爱型的款式。Q 奇终于要来讲解这一次的贩售格式了。看到这一袋一袋的包装吗？对，没错，它就是盲袋。盲袋有分三种颜色，都是随机发货的。盲袋的意思是我们完全看不到里面的史莱姆款式，然后使用8令吉来购买。有一些史莱姆的价钱会比8令吉还要高，就看你幸不幸运拿到自己喜欢的款式。首先你会拿到的是一个泡泡纸袋， Q 奇的卡片，
一盒史莱姆，一瓶硼砂水，或者是你拿到透明的起泡贴。抽完了这些普通的款式，现在是我们的隐藏款。隐藏款它的包装是玫瑰金的，所以大家拿到这个的时候就知道你抽到了隐藏款。这里是 Q 奇的仓库，然后这些都已经装好喝。这个是我们的新鲜牛乳，也贴好了贴纸。然后这个好像是有80多罐，而且这个现在是2.0 版本的质地，所以这款是可以起泡的。然后再看我们的这一款是芒果西米露，芒果。全部的这种盒子是120毫升，芒果西米露。芒果西米露本身就是不可以起泡的，它是一款质地胶。然后重回我们的第一个是小新的奶酪，小新的奶酪是在我们这边最多的数量，真的好好看。小新的奶酪是奶酪的味道，因为本身它就叫小新的奶酪，可是有一些人会不喜欢它的味道，可是它就是奶酪味。然后有一些人会拿这种包装袋的，包装袋会有多10毫升，然后看你们吧。因为这种包装袋如果你起泡了，不像这些盒子装不了那些多余的，然后不懂要把那个史莱姆放在哪里。你看给大家看，就是给大家看，就是它这边还有空位，可是这个有130毫升，然后这个只有120毫升，看你们拿到哪一个的。还有我们的三眼仔仔，三眼仔就是我们两款颜色一起混合的，就是青色和蓝色。这个是用牛头的学校胶水做的，不是 all glue 做的，所以质地的话会有跟他们两款的不同。这个不可以起泡，大家注意，不能起泡。它的颜色会比这个还要深一点。小公主本身就是那种玫瑰金的颜色，特别好看，超好看。然后大家的盲袋就是这样子的，就这样子呢，一个一个像拆礼物这样。然后这些都是我们的胶水，还有一些胶水还没有用，原本要用这个套的白胶，可是没有想要做出新的名字还有产品，所以我就想改次再用吧。然后这一次的新鲜牛乳是有用这个胶水，对，这个胶水每一款都有不同的质地，我真的是觉得这一次真的是可以买啊。就是小鲜奶酪是那种奶酪的质地，这个是那种手感的质地，这个是手感，可是要让大家尝一下牛头的质地。这个是我们的透明史莱姆的质地。新鲜牛乳是可以起泡的，可是它会比较吸收一点。还有这个冰川大哥，这个很好玩，很好玩，我很喜欢，感觉好像冰冻的那种感觉，好冷。我们的隐藏款，这个是200毫升的企鹅冰山。肯定有人讲，
企鹅冰山只有一个吗？ No No No， 是有15个15罐的企鹅冰山，可是就是透态还没有消泡，所以还没有装盒。还有这一款巧克力派，竟然忘了它。巧克力派是那种暖暖的质地，然后高级透态企鹅，还有一些些的款式还没有装，一些透明的款式还没有装，是因为它还没有消泡，就在这里，还没有消泡，你赶快消泡，我要装你。